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电脑、主机板及显示卡的制造与销售业务的中国台湾公司。该公司提供主板，包括英特尔和 AMD 平台的产品，多媒体显卡，包括 NVIDIA 和 AMD 系列产品，服务器，包括服务器主板、刀锋服务器和机架式服务器等，准系统计算机，包括一体化个人计算机 PC、 迷你 PC、 液晶显示 LCD PC 等，工业计算机，包括工业计算机主板和工业计算机系统，消费电子，包括汽车电子产品和通信产品，以及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机器人等。该公司主要在中国台湾、欧洲、亚洲其他地区和美洲销售产品。微星于1985年由徐翔、黄金琴、林文通、刘贤能、卢奇隆五位曾任职于中国台湾新力公司的工程师共同创办。五人早期均任职于中国台湾索尼，当时徐翔、刘贤能、黄金琴三人在 PC 部门，卢奇隆在显示器部门，林文通则在生产部门。1985年这五人先后离开台湾索尼，随后于1986年8月正式成立微星科技。1988年微星科技厂房迁移至台北市和平西路。1995年微星科技开始发展多元化经营。1996年 MSI 微星科技就在中国大陆上海设立了总部，上海微星工贸有限公司。此后 MSI 微星在中国的营业额一直保持着年 100%、 300% 的高增长率。除上海总部外，另在南京、北京、深圳、沈阳、成都、中国香港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把 MSI 产品行销至全国各地。1997年微星科技新北市中和一厂落成。1998年微星科技股票于中国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2377。2021年7月29日市值为1255亿新台币。2000年微星科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工厂创建，恩斯麦电子有限公司。2001年微星科技新北市中和三厂落成。2001年微星科技成立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厂，威盟电子有限公司。2002年微星科技于荷兰成立欧洲运筹中心。微星科技除了涉及电竞领域，也涉及全球数字内容创作领域，内容创造 Content Creation 系列传承了微星科技在电竞累积多年的技术，将色域呈现、续航电力、声效体验及效能表现整合在简约时尚的轻巧机身中。微星科技倾听客户及市场的需求，投入研发及设计资源，创造笔记本电脑、显卡、屏幕、主板、主机及周边，推出的电竞 gaming 系列专为数字内容创作族群精心打造的内容，创造 content creation 系列在质感及效能上。另外，微星科技整合符合云端概念的服务器、工业计算机、机器人及实现人性科技的车用电子，提供完整的 IT 解决方案，同时涉及人工智能、商务及物联网市场。恩斯麦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为中国台湾股票上市公司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透过其控股的英属维尔京群岛恩斯麦国际有限公司转投资于大陆的全资子公司。厂区面积占地20万平方米，主要产品为电脑主板、显卡、附加卡、系统组装及光电产品，除获得 ISO-9001 国际品质认证、 ISO-14000 国际环境管理系统认证以外，更在全厂员工10000多人的奋进努力下，并先后获得深圳市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奖及深圳市宝安区区长品质奖等殊荣。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龙马资讯工业园，公司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投资金额5180万美金。